总共三个颜色，绿色、黑色，然后跟粉色。本来是这样，本来是这样哦，现在是这样，这么弹，这么弹。你看，这样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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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所以它的裙摆啊才会有这么漂亮的弧度，转起来幅度是这样，这么漂亮，这么漂亮，这样子。然后里面的内里，里面的内里的长度呢，大概在膝盖下而已哦。好，然后裙子我穿起来大概在快要小腿底的这样，快要小腿底的这样。那来看一下弹性，其实蛮大的，真的蛮大的。这样。然后因为我身高比较高，所以我穿起来大概是就比较短一点。嗯，对，应该在小腿，就小腿中上，对，在小腿下。好，然后它那个裙摆也是很美。对啊，裙摆真的超美的，就是你会不自觉。它这边有一条车线，但我穿是不会卡住，就是不会贴那个屁股啦，这条车线不会，就是还蛮有空间的，这样。对，是可以穿的。这件建议到 XL 就好，不然腰围会偏紧。嗯。然后臀围的部分其实不会卡，我觉得不会啦。嗯，我看。其实还好，不会到很紧。对啊。不会紧，这样。其实 OK 的，还有空间。它还有空间哦。对。然后那条线应该不会卡，这条。不会不会，它刚好就是这一条。对，屁股这一条。对，屁股这一条是不会的，是不会卡的哦。好看哦。